第19题，呈上题，若将上图转换为 AT 图，则为下列何种图形？我们看到上题的图，0到4秒的时候，我们的速度是越来越大，表示我们的加速度与速度同方向，那么我们的速度是正的，所以我们的加速度呢，也是正值。而我们的4到10秒的时候，我们的速度呢，是越来越小，所以就表示加速度跟速度是反方向。那我们速度还是正的，就表示我们加速度呢是负值，所以呢0到4秒加速度为正值，4到10秒加速度为负值。同时我们发现，不管是0到4秒或者是4到10秒，都是做所谓的等加速度运动，VT 图是一条斜直线，所以在 AT 图上面，等加速度运动它就是一条水平线，表示加速度不变。那符合我们上面叙述的话呢，就只有我们的 C 的图是符合我们刚才的叙述，所以第19题问我们说，若将上图转换为 AT 图，则为下列何种图形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。